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阿拉给仆人各种各样的恩惠，并且在给这些恩惠的同时，真主是知道最适应对仆人来说最有利的是什么。出自真主的怜悯，真主规定的一些历练；出自真主的恩惠，真主使这些历练成为人能胜任和能做到的。这就是真主给了最大的恩惠。 派遣你们同组当中的一位使者给你们传达真主的信息，是为了让我们以他作为榜样。他是人类当中的一员，他能做到的，我们同样应该能做得到。因此，尽力而为的跟随周伟伟大的圣人苏隆巴法利希，瓦拉阿利希瓦萨哈利希艾吉玛因。各位穆斯林教亲，今晚呢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连着几个星期已经在讲。 那么，作为对真主的诚实、对教母的诚实、对使者的诚实，那么诚实的表现有各种各样的。首先，承认阿拉给我们的恩惠，阿拉派遣使者将是经典，是我们成功的一个穆斯林。那么，看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人还处在忘恩负义当中，还处在愚昧当中，处在不信主当中呢？那假如说真主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惠，从整体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 做到一个合格的穆斯林，那么具体来说，真主所给我们规定的一切，就像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所有的都有一个米赞，真主例行公正，让我们例行公正。那么例行公正有一个公正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米赞不是我们定的。人生活在这个宇宙当中，生活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法则在约束着我们。那么即使没有法则。 那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也会慢慢的形成一种法则。那么这个规律，就像你写字，你写的多了，成为自己的风格了，因此成为书法了。你的书法呢是。那么你人行事、待人、你的做事各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了，那是你的做法。那么这些做法也好，书法也好，各种各样的法，都是在为我们人服务着。这是真主给大自然的一种规律。 也是为了便于我们生存，给我们的一种恩惠。那么在功课当中，真主同样制定了许许多多让我们来完成的事项。那么通过这些事项来体现对安拉的敬畏，并不是安拉需要这些工作，是我们需要。因此我们成为穆斯林。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离不开饮食，离不开安拉给我们的这些法则。那么同时在功课方面，我们同样也需要在精神方面。 更需要信仰上更需要，那我们的身体需要去拜安拉。为了完善我们作为仆人的，起码来说，我是真主的仆人，你要完善这个称号，你要付出许许多多身体方面给你所规定的这些历练。那么安拉给我们规定的这些历练，都是我们人作为穆斯林来说，都是我们能胜任的。那么对你的心，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精神，对你的教门。 都有各种各样的准则和法则围绕着你，那么真主给一个人责成的只是他能做得到的，你做不到的，真主绝对不会为难你。假如我们考虑一下真主给我们的这些功课，从身体的角度来说，真主给我们的功课并不占我们很大的时间，每天的午饭拜功并不占据我们80%的时间，那么大多数时间也是留给我们自己了。那礼拜它占用的时间不多。 那假如我们看看这些钱财的工作，同样，给你的真主给的更多，那么你承担的义务只是相对来说是很少的一点，很少的一点。但这些既是少的工作，我们说的礼拜每天午饭时间的礼拜，那么同样你一年真主给你规定的这个天课，这些数量虽然很少，但是真主那的回赐不是你所想象的，也不是用你的法则去衡量的。 你按照你的道理来说，你雇一个工人，你起码得衡量他付出的劳动和。
和你给的工资是不是相等的。假如说不相等，你可能觉得不公平，干那么点活我开这么高的工资，你总觉得自己亏。但在真主那里，你不要用这样的法则去衡量，即使你付出了，哪怕是你心里想了没有去做，在真主那真主同样给你记录一件好。假如你去做了，给你十殿，直到以700倍的回赐，直到以无数倍的回赐。那么这是真主的法则，我们不能用我们人我们现实当中的标准去衡量这些法则。我们虽然干的工作不多，礼拜每天只有5分半，那么你复工拜愿意礼，那是增加你的品级了。天课每年出一次，那么你的钱财没有说让你做一次生意出一次，让你每次做每天做一件事，每天要把你所做的钱财计算一下，每天让你拿出来，没有这样给你为难，而是周转一年。但是这些功课虽然少，真主那里的回报是相当多的。那么相对来说，我们付出的和真主回报的是不能用我们的法则衡量的，也不是成正比的。但我们在我们追求的工作和目标当中，我们为哪个付出的更多呢？真主回报更大的往往是我们付出最少的，也是往往容易收获的。而现实当中你得到的对你自己有利，或者说对你的家庭有利，对你的教门有利的往往是很少的，但是我们的付出的精力是更多的。你伤尽脑筋，你费尽心机心血，然后最后得到的也许只有遗憾，也许只有无可奈何，也许只有一声叹息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追求哪怕你得到最大的满足了，那也不过是董先生陪伴你这一生当中让你生活变得舒适一点的这些具体的物质享受罢了。在真主那里，你还要为这些物质享受付出，你真主要审问你的时间，你还得付出你的精力，你怎么去把这些消耗了呢？你消耗在哪一方面了呢？那么为了董鸭，为了酵母，你衡量一下哪个轻哪个重。那我们平常我们说我们种庄稼的种菜的，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种菜的，或者说你种果实的人，那你想吃果子你就得7天，我又不好这些花朵，你就不要去折这些花。那同样你想要你的庄稼丰收，那你的从各方面操心到病虫害这些自然灾害，或者说人为的这些，你都得去做到，你才能说我指望我的庄稼到时候有个好收成。那么我们说太舒适的这种生活你就显得太平凡了，太舒适生活让你变得庸俗了，然后你自己总觉得都已经无所事事了，那么太容易得到的你也就不珍惜了。你在珍惜的过程当中，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你往往追求的都庸俗的东西，你怎么能高贵起来呢？原来你的思想境界永远停留在我们说动物式的那种满足感上，饮食住然后让自己享受，仅仅停留在这些上，但你没有考虑这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完了以后，真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给你发的是单程车票，没有往返，要么到终点站，要么你半途下车，你到不了终点站。你下车那就意味着你毁灭，那你到了终点站，那就得细心看管好自己在旅途当中所有应该准备的一切。那么这个单程车票，你从今世到后世，你的生命不管有长多长多短，都最终要到达这个终点站，不可能说再让你返回来。那每天每时每刻都是一样的，只要你把它消耗掉了，只要你花费过去了，今天你把它消耗掉了，不可能明天再补偿给你，那也没有退票这一说。那按照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说，真主给我们所给的已经够多了，已经够多了，让你生存的基本上都给你了，让你精神得到满足的也基本上都给你了。那我们的五官的享受我们不能局限在动物式的这种享受上去，那么我们得希望让我们的活增值，那这个增值就需要我们精神方面身体方面付出不是太多，仅仅是真主给你规定的这些你起码做到，你起码做到。那我们反过来说，我们为了追求董鸭的这些利益，我们耗尽心血，而这些董鸭会随着我们的心意为我们去赚吗？不可能，那也是真主给你规定的，到于你呢绝对不会错过你，错过你呢也绝对不会到于你，不要强求，
也别勉强。那么你身份不方便，因素方面，你尽力做到祷告主，尽力做到，然后你祷告真主。你也不能说什么都不做，光是空等着空祷告，那也不是穆斯林所持的态度。那么寻求现实的享受当中，合理合法的去用，合理合法的去追求。那我们现实的工作，我们努力的获得，我们绝对不会疏忽，也不会大意。你把资金既然投进去了，你天天都在操心。假如说你把精力花费了，你时时刻刻都在希望着你的这个精力不要白费。如果说你在其他的方面有投资的话，你始终在想着，你在关注着这个增值了还是贬值了。那么董鸦我们是这样，但我们知道董鸦不会为我们永久，我们也不会为董鸦而永生啊。那我们心里都清楚，即使是这样一个短暂的董鸦，我们也在尽力的去维护，怕对自己造成伤害。因此自我保护意识保护着你，在今世当中哪怕是一点一滴的伤害，你都想办法的回避。那么只要是对你有利的，你都得尽力的再去追求，即使你知道这个东西不会为你永久，你也不会永生也罢。那么反过来说，我们的教门为我们永生的这些回赐，到后世这些永久的生活，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少呢？那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去礼拜也是满不在乎的去了，然后礼着也就是跟着大家敷衍了事的应付差事的，甚至于连拜礼的几拜都不清楚，甚至于礼拜过程当中还在想着你的生意的，也是大有人在。我们人错误天天都在犯，血统里随时随地都在打搅着我们。那么从礼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你做生意怕时间赶不上，你做生意哪怕是那个车票，8点钟的车票，你不可能说9点钟才去车站，你连1分钟都不敢错，错了怕那个票作废了。那你的拜功，那个时间到了，你把它就轻易的作废过去了，你还想着得到跟那个时间同样的回赐吗？那是不可能的。因此，礼拜的特克比是欧的，就是说你妈妈入拜这个特克比，你能赶上的人，那你就说赶上了完美的场。假如说你已经失去了的人，按照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已经失去了许许多多的福利了。那么这个福利是真主给的，我们人没法去衡量它。那么你站在拜功当中，我们敷衍了事，甚至有的整天就那么一点点时间来礼拜，还敷衍了事的三下五除二就礼完了。而且我们周围这样的清真寺也很多，我们的穆斯林弟兄处在这种状态的也很多，别说瞻念鞠躬磕头了，起码连个古兰经都是完完整整的顺顺畅畅的没有念下去，只是说有这些动作的存在，形式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具体内容质量方面来说是没法相比的，没法相比的。那我们想一想，假如说现实生活当中别人为你这样工作的话，你会满意吗？假如说是这样的员工，你早就把他辞退了，那么在真主面前你为什么不看真主是怎么规定的？假如说你的电脑程序装错了，那个电脑你启动不了，你就是气得把那个电脑砸了，那它还是启动不了，因为那个程序不对。我们人每天的礼拜按照教法的程序你不去理，按照教法的规定你不去理，你好像你说了算，而不是说真主接受不接受。我就这样理了，天天都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是这种礼法，好像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就这样了，拜功不是你说了算，发的是单程票，到后世才给你算的，董鸦只是你干。那么因此在拜功方面需要稳定，需要按照教法的程序，一点一滴所有的动作都需要规范，不要疏忽也不要怠慢。那么拜功当中所理的你的考虑，你是在拜功当中，不是站在那儿让你考虑董鸦，好像那已经安静了，啥也不想了，你一心想你的生意去了，你去算你的账去了，那是不应该的。那我们身体在心不在，那这是拜功当中的大忌，希望注意。那么在董鸦当中，真主给你的时间是够多的，已经足够你安排了。那么既然你来清真寺了的时间，希望把这些时间专心的用在教门方面，用在拜主方面，体现你对真主的敬畏，作为仆人应该起码所有的态度体现出来。那么从拜功当中出去，那我们要起码理解这一番拜我已经是确确实实按照程序，按照主持人的教导去做了，去完成了，我指望真主接受，我担心我的拜功有欠缺，而是这样一个姿态，不是说我敷衍了事的完了
一出清真寺的门跑得一个比一个快，那这不是应该我们所应应有的，或者说我们应该具备的这些素质。那么很多时间我们都花费在董家上，董家不会为我们援救，而援救的这些回赐我们来追求的时间只是付出一点点，甚至连光是生来心不来，那么这公平吗？这是真主给我们的标准吗？那假如说让你理性的去判断的话，你绝对说不公平也不公正，那你把这种不公正用在真主的教母方面，你就觉得行有理得吗？那因此我们需要清醒，需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始终约束着我们。那么人要想得到后世的这些福利，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天堂是被这些艰难所覆盖的，火狱是被这些享受所覆盖的。假如说你追着这些享受，就会引你走向火狱去了。你迎着艰难而走，你知道你的最终目的是光明的，你拨开这些艰难以后，到达最后的终点就是天堂，那你会义无反顾的，即使路途有多么的艰难，你都会去走下去。那么董鸦的工作我们尽量做到完美，尽量做到完善，董鸦又不会为我们援救，而后世的工作是永存的，我们俯仰了事，这不是真正的标准，是我们人形成的。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古兰经已经告诉我们，阿里马路阿里班路呢自应的图的还要挺多的呀，我的巴迪亚都说的哈都黑路呢恩的罗比克塞瓦班我黑路安排的。那么真主告诉我们，钱财子女只是今世的生活的一种装饰啊，今世生活的一种装饰。那么清廉的这些剩余的才是在你的养主跟前更好，回事更好，更有指望，更有指望。那我们把底下都所谓哈图，就是我们每天所干的这些善功当中，我们保留下来，真主给我们存起来的。那么这些才是在真主跟前，才是更好，回报更好，更有希望。那你董家劳累一生，你为你的子女留下的，你烦恼，你指望你的子女，指望不着，怕颠倒了。那么真主跟前的更好，回事更好，更有指望。那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程序给颠倒了呢？董家的这些钱财子女，真主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只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资源装饰啊，谈不是你的本身的需要，而是一种装饰。只是说你拥有了多少，过了以后还是会转向其他的人的手中。那么真正的为你留下来的就是这些善功，在你的养主会前回赐更好更有指望的话，那你的标准应该倒一下，把这些永恒的标准树立起来，把这些腐朽的这些标准就是应付一下，而不要把它颠倒过来，把这些腐朽的标准当成我追求的最终目的了，而把永恒的标准敷衍了事的去对待了。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身体的功课方面，心灵的功课方面都需要完善，而且这个完善是有它规定的法度的，这个立法者就是如来，就是圣雄。那我们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时间长了，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会制定各种各样约定俗成的一些规章、一些法则来约束大家。那么教们同样给你规定了很多的律例和法规法则，那么需要我们去遵守。这些遵守这些法则不是目的，是让你通过这些法则去体现你对真主的敬畏。但这个敬畏必须是符合这个法则的，否则你脱离了这个法则的话，那么脱离了教们这个框架的话，你在你的举意再好，在真主那是不被接受的。原因你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当成立法者，以你自己的方式，以你自己的想法去崇拜你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真主去了，而绝对不是真主给你规定的使者给你传达的这个教法。那么你的最终目的是永生的后世，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必须通过克服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去获得，那么这不是容易的，也不是简单的，但是要求我们付出的并不多，并不是说有钱人能做得到，没钱的就做不到，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礼拜念礼斋课朝，这些所有的人在真主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高贵或者贫贱之分，也没有大小之分、男女之分，都是一样的平等的。真主规定的这些功课，你有钱了给你多加一样朝觐，再有钱了给你多加一样天课，那么没有钱的，那么真主给你审问的朝觐为什么必须朝，不会问你天课为什么不出，不会问你，那就是说你要求的越多，承担的责任越多，你的脖子上承担的这些我们说约会
真如拿悟的事项越多，那不要把这些多，我们拥有的多当成一种能耐。你的担心，你的反面的去想，你责任尽到了吗？那么身体的功课，心灵的功课，要求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做。那么这些工作并不多，像真如果然当中所要求的，都是笼统的。舍者的一生，他就是一个人类当中的一个平凡的人，真如选拔他作为使者来给我们完全的、完美的已经传达了真主所给我们规定的一切，没有丝毫的遗忘，也没有丝毫的遗漏，也没有任何的欠缺，不需要我们增，也不需要我们减，只是忠实的去跟随、去服从。那么这些功课当中，都是使者他是人，他能做到的，我们同样能做得到。那我们不做，你不要怪教母，你不做，你也不要怪真主给你没规定。那么到单程车票到终点的时间，那时间你就知道你最后实相的是毁灭呢，还是实相的是永生呢？那么这才是我们穆斯林应该持得公正的立场，同时真主给你的理性所做出的最终的判决。但问题是我们人性由于人形成的这个人为的法则，让我们在身体方面为主道付出一点的话，别说付出你的生命了，即使付出一点时间，我们都觉得难。那么钱财方面，别说让你把你的钱财就像那些声闻弟子一样全部贡献出来，仅仅是让你把那个2.5%拿出来，也许钱少的时间你好办，钱多了以后你越算越不划算，越算跟真主越算的越轻了，那个账越算越精了，连2.5%多一点零点几你都不愿意了，那确确实实你别算，以免真主给你算。假如真主给你算的话，你扛不起了。因此按照圣经当中所规定的，你忠实的去归用，按照教法所规定的，你忠实的去履行，不要把这些机会董亚真主给你的机会，让你管理，让你身体健康，给你钱财，给你这样那样的范围，能让你成为一个有信仰的、有道德的、各方面都完善的一个穆斯林，这样的机会你不要白白的浪费了，不要白白的浪费了。等时间过了，你已经老了，那个时间你想去清真寺跟个什么，你已经跟不动了，或者说你等你清醒过来的时间已经晚了，那些回事你都得不到了。你做出了的，既是你心里边想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你所做出的功课只能说缺胳膊少腿子。那么因此古兰经当中说，本们安玛们多哈我安所的还要在中央把因的假意们也你们爱我，我们天天都在听。那么至于过分并选择今世生活的人，这是解黑你们的火狱，是他的归宿。至于害怕阳主的地位，制止自己的私欲的人，却是天堂是归宿。古兰当中一再的告诉我们，用这样朴实的语言告诉我们许许多多我们人应该走的方向和宗旨和目的。那么而真主对我们的人性做出的最终的总结是，曼陀西路那是哈亚的顿呀，我的阿尔黑拉图哈伊隆我还不高。你们只是选择，你让你们选择的话，而你们选择的就是董亚的生活，董亚的生活。我的阿尔黑拉图哈伊隆我还不高，而后世是更好更永久。而人往往做出选择的时间，都会选择董亚。那这是真主给我们已经提醒了、警告了，那没有做到，那只能是我们人做得不够公正，我们人把这个标准人为的颠倒了。因此我们教母没有要求我们把董亚的工作全部放弃，董亚的工作是你生活必须的一个过程。那么教母功课给你规定的只是占你生活当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你的钱财当中没有要求你出一半，只是1/2%，那已经是微不足道。那么你的身体24小时当中只是让你抽出一点时间，按时把拜礼了。那么你礼拜的时间和给你的这个每天一夜的这个时间相比的话，也是非常少的啊。这五方拜你不要就把它这五方拜对待了。礼拜规定的时间是登上米尔拉是规定的，那么圣灯效的时间规定当时是50番，最后减轻到5番，但这5番同样是50番的回次，那就是我们的一番拜相当于顶这种原当规定的10番拜，5番拜是50番啊，你别把这个1番拜你要丢了就等于是10番拜，那50番给你减成5番了，那这5番拜回次真主给你还是这50番的给你回次，
那么你从众礼拜一凡拜给你回赐是27番的回赐，或者说25倍的回赐。你不要简单的用你的思维去计算这些数目，只是身心当中已经告诉你的很明确的一个数目，但是具体的回赐只有真主知道。那么在后世上，我们不要选择东压而放弃了后世，也按照教法所要求的形式，起码为后世你的付出一点你的心血，或者说你的体力方面能做得到的。就像我们为董鸦孜孜不倦的费尽心血一样去做一样，那起码你费出一点心血去为你的后事做一点准备，那不要放弃后事而光选择董鸦，这样你就是真正的这一生亏了，到后事也是亏了。机会回答完了，给我们讨费给，让我们坚定在教门上。那么董鸦只是一个过程，希望我们所有的穆斯林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会为董鸦而永久，董鸦也不会为我们而永久。